关关姐姐，你能不能吃一次牛骨髓啊？我会给你点赞的，送你上大大的热门。你读慢一点，有人会拿棒子打你吗？牛骨髓，先吃个大的。跟果冻一样扣扣弹弹，自己烤的。太油了，上头。再嚼花生米，嗯，来个小的，入口即化。那这个都烤没了，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就有那么点，这种烤熟水的应该是真的吧？你们觉得呢？